在这段时间人少啊。嗯。走这个七号七就开始减半价，他说周年庆呢，一直到60块。啊，到月底也多少？嗯，我进来的时候以为是120，他说我们不是120，是半价。嗯。今天的生意都有点紧缺呀。就是来搞检修的也进去的各种有的没有搞到。嗯，这天老板回来的嘛，就是昨儿回来的嘛，啥今儿带去庄园上，嗯，就浙江的大文化，嗯，